若是自性本具正知，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般若是佛法的精华，我们不能把它看作太深太玄了，好像高不可攀，那你就把它看错了。是我们自信，自信就是自心的自己的真心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啊，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这是什么呢？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无上正等正觉，梵文称为摩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学佛首先要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学佛没有别的，恢复自己本性而已。照见事实真相，此即佛之之境。法华经上说，入佛之境就是这个意思唯如自性里面真正智慧先前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了了，这个叫照见。可见它不是分别见，不是妄想见，它是照见。这个像这个明镜像镜子照物一样，照得清清楚楚。